来啦，八龙三卡哈。这队不用出技能哦。网友属性什么意思？网友什么属性？什么意思啊？看不太懂。网友什么属性？入侵燃烧而已啊，没有什么属性啊。真的又没有延迟，没差。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这么不 care， 就是其实它是有原因的。你看一下我不 care 的原因。注意看好聊，注意看好聊，注意看好聊。好，来不及喊了，嘣他就死了，知道吗？对，嘣他就死了，所以龙哥没有差。还要继承哦，对，我是故意让他记的，一波记一波记，这样才有难度，知道吗？没有记怎么有难度嘞？充值中华票，恭喜恭喜！那怎么改名？我有做分析的，去看一下，就枪手的那个活动的那个。忘记是哪一个，你去看一下。那个什么改版的那篇呢、啊？就这一次改版的。老旧敏踢哦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们这伺服器没什么人收哎、欸，就收过人就不会再收了，就是有缺的人了、啊。你要看你们伺服器有没有人缺、啊。暗放暗防龙，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夜魂可以，可以暗防龙也可以。观念对就对了，懂吗？这一关很简单，你看我故意中间岔开了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是故意岔开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样在这做输出的时候就会很好输了，懂吗？哦，了解哦，好啦好啦好啦 ，K 哦，啊、哦，很轻松。谢谢白龙哥的提拔，好，我们来刷。